好，四投零中的梦想家这次故意的回传球发生了失误。好，钱肯尼，哇，非常不止中线哦，包含像是新特利上来，传中线，换防之后是简浩在看守他，中线切到禁区小球交给石伯恩，还有五分多钟时，双方始终保持在一个球权内的差距。林书伟，张中线抓进攻篮板再追平，这看管中线才选择放慢的。张中线 cross over 到禁区，发球。哇！看一下这个球，好像是抓钱肯尼耶。应该是他觉得钱肯尼前面那一拍回吗？哇，钱肯尼也示范了。哇，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打在球上面的。勇士队在上半场只有五个失误，这点控制得非常好。Hand off， 中线转身，哨音再响，哇！看一下这次的身体对抗。这个角度并不是那么清楚，的机会没有，德威球拨到了中线手上，长传急攻，辛特利直接 touchdown， 好，部分都是集中在 Foyd 跟大 B 身上，本土球员必须要有更多的承担哦。阿吉目前六投零中，地板上球被中线要回来，德威犯规，发挥的空间哦。一传球就是张中线的底线，两分。现在第三节末段休息一下，没错。结尾无的空打出现了，那是非常可惜了，好不容易一个超节。还有14秒进攻时间，比赛时间。故意的好不容易抢到球，包含像是我觉得阿吉、永胜、利焕，包含简浩，其实的球员，我觉得绝对这场比赛或这个系列赛会给他们很多的经验的。没错啊，结果搞了半天还喊了一个短暂停。204公分的这种中锋，有这样子的处理球，就是 Plusley 这么好的一个给球员的舞台，又有洋将的刺激。未来我们的年轻的本土球员能够越来越进步，多打这种关键球，你就会成长。对。